讲一下蓝莲花的间奏。要想弹这个歌，你首先要会两个节奏型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。这俩人长得差不多，区别就在于第一拍的时候，头一个第一拍弹一下，后一个头一拍弹两下，也都是下扫。那他们的第二拍呢，就是下下上，第三拍是下上下。注意第三拍最后这个下，不要被谱上给误导了，所有的谱都是这样标注，但是他们标的都是不对的。他这么标只是为了看着整齐，让你眼不乱，实际上这个下扫的是粗弦。下上下，第四拍又是下下上。谱上的 H 代表是击弦，弹响一根弦以后，左手指击打到上面产生第二个音，哎，就是这个样了。 S 或者 SL 代表的是滑弦。下面我来示范演奏。穿过幽暗的岁月，